大家好，我叫 Nicholas， 中文名叫李酷威，我今年九岁了，现在我在 Charles Eprom 小学二年级。我喜欢芒果，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美食，但是我最喜欢拉面，所以我希望有一多。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学习中文的过程。我第一次学习普通话是大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八岁，在我的学校乔尔斯布鲁姆小学，我遇到了我的普通话老师樊老师。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四个声调和他们的发音，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有声调学习了单词，每个声调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我们慢慢地学习了一些汉语单词和日单的介词。突然有一天，我和其他几位二年级的同学北水中和中国学生健身我生见面和打招呼，活动很成功，我们不但得到了掌声，还得到了最喜欢的水果作为奖励。就这样，我接触汉语的机会越来越多，直到有一天被水中开加汉语球比赛。我准备编练写了很久，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后的了，最后谢谢大家。像夕阳飞的山川，像西海滨看海鸥，故宫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微笑，白云挂在那蓝天，像你的微笑。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全世界的海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的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下夏天的阳光，真可惜，寂静不得时光，美得笑好看。